喂，好粗哦，有那么粗的甜甜圈吗？我靠，我正在努力抢救。这是甜甜圈，这是甜甜圈，不是香肠。欢迎收看《不能去料理厨房》第二集。啊，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啊？我们今天要做少女最爱的甜甜圈。甜甜圈，甜甜圈，干嘛不去车东那子买就好了？没办法，老板就是要我们做走啦。要买什么酱？甜甜圈。我们很穷，要找甜甜圈，只剩块而已。这份便宜，哪个？你们是很勤俭持家哎，都要挑最便宜的。啊，就穷啊。哎，啊，我们是买完了，还没，我们还有一个东西很重要的。哎，干嘛啦？干嘛啦？你不是要做甜甜圈？干嘛啦？人家就知道了啦。我想要买绞肉。来，完成。欢迎收看不恩居料理厨房，我是不恩居小姐小饼。我今天要做的是少女的最爱甜甜圈。不过我们为什么买到了猪脚肉呢？因为我们要做的是炸鸡单元，那大家就拭目以待吧。首先我们要介绍一下今天的食材：猪脚肉300克 ，cheese 低筋面粉、玉米粉、面包粉、蛋液，还有调味料们最重要的灵魂。300克的猪脚肉放进来，我们现在要进行调味。加黑胡椒粉、白胡椒盐，加盐巴，听说这样会比较有。等一下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们把盐巴叫起来，先这样。等一下，太 NG 了 ，Oh my god！好的，我们刚刚解除危机了，那我们现在要加上玉米粉。然后这时候就是开始搅拌它，记得搅拌到有粘性哦，才能把它定型成甜甜圈。接下来我们要把它铺平，很像在做粘土哎。我们没有玩食物，我们很认真。加起司喽 ，cheese 就是摆的。耶，包起来喽！包起来了。可以啊，可以可以。喂，好粗哦，有那么粗的甜甜圈吗？超不要吵，我正在努力抢救。这是甜甜圈，这是甜甜圈，不是香肠。切一半，让它变成两个甜甜圈，然后这样子。我要先对一下，处女座，处女座。完成了一个猪脚肉做的甜甜圈，现在要拿去冷藏10到15分钟，定型起来。刚刚从冰箱里冷藏了10分钟之后，已经拿出来了。这种拆礼物的感觉。炸东西油温很重要，听说起泡泡，感觉油温就可以。我准备好了。啊！油锅错了吗？我不能动，怕被炸到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哎、欸，很棒哎，看起来很棒。我很棒。但是还有一个哎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我完成了。我要创业了。哪来的自信？完成。好，我要领喽。是不是？另外一个口味呢？我们要用花生酱，有没有？肥死的那种最好吃了。你看，完成了！哦，真的看起来超好吃的，我要试吃喽。好，好吃耶！你看里面还有起司哎，满满的起司，还有里面满满的肉汁，嗯，很疗愈哎。接下来进入诈骗同事时间。我欢迎到新上部的怪奇美少女一号少女，好，一口。等一下，它是，它不是面包吧？它是肉吗？答对。它的外皮是非常酥脆的那一种，而且它的封面其实可以带一点点肉的香气。怎么了？五味杂陈吗？酱油别灰心。那里面那是什么？你吃出来了？那你觉得好吃吗？是好吃的吗？还不错。如果盐巴就是不要加那么多。的话，刚刚不许你找借口。嗯，很好哭了。它里面是肉吗？我觉得那个花生酱放的还蛮刚好的，就是它不会多到会你觉得很腻。口感有一点不像甜甜圈。你会买它吗？可能会想吃真正的甜甜圈。OK， 很好。我真的好吃哎，
真的好像没有骗哦。有一坨很咸，但有伪装成功，甜甜圈吗？有。诈骗计划成功！想要看我们做更多新奇的料理，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哦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拜托拜托！不玩具料理厨房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我可以再吃一个吗？可以。这是搭的吧？不好吃啊。不好吃。拜拜。五星推推。